机场几乎全部都是用自助登机，然后自己确认行。我们现在讲自助登机的部分哦，先找到你的航空公司。好，我们是挪威人航空。好，然后选择语系。好，然后输入你的那个，直接用 QR code 扫吧。我没有 QR code 啊。哦，好啊，那你用登机号码。所以你的行程单都要列印出来，然后确认完之后继续，然后你的名字、日期、时间、座位，然后继续。那看一下你有没有换座位，没有的话就可以了。它有一个可以按座换座位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中间有没有坐人。空的。空的也太好，所以就不用换座位。对，继续就好了。好，然后行李要寄放你的一个，然后说什么东西不行。好，继续。好，完成了，他会列印那个 boarding pass 给你。好，印完了，你的 boarding pass 就出现了。好 ，OK。